花旦赵丽颖在今年三月在北京为老公冯绍峰诞下一个儿子。生产后，赵丽颖一直低调在家照顾小朋友，完全没有公开露面。今日终于有了她出关照爆出，赵丽颖和冯绍峰在上海一起外出吃饭时被拍。 画面中穿得很严实的赵丽颖，裹上黑色格子大衣，穿上长筒袜，戴上围巾、帽子和口罩，身材明显比产前胖了很多，特别是小腿部分看上去比较粗壮，似乎还未收身成功。如果没有冯绍峰在身边，很难认出照片中的人是颖宝。 据悉，赵丽颖在坐月子期间吃得太好，长辈们准备了不少补品给她补身体，加上没做运动，身材自然很难瘦下来。但冯绍峰对老婆就照顾有加，只要不用工作，就会尽量留在家中陪伴老婆和孩子。如果要外出，冯绍峰都会安排好保镖，照顾好老婆。 另外有消息指，赵丽颖和冯绍峰将在六月补办婚礼，还会和儿子的百日宴一起举办。按照三月八日冯绍峰正式官宣赵丽颖诞子来算，目前孩子出生已经八十八天，距离百天还有十二天，那么有可能在马上到来的六月十六日父亲节时，就是夫妻俩的大日子。 不过，对于媒体的求证，赵丽颖和冯绍峰方面的工作人员就暂时没有回应。不过，在赵丽颖还没生产前，就有消息传出，两人要等孩子的出生之后，以及赵丽颖瘦身成功之后再补拍结婚照，还有补办婚宴，直接把孩子的百日宴大操大办。不过，再看看赵丽颖现在这种身材，十天后办婚宴真的靠谱吗？魔方传媒综合报道。